当然我们说了，你常常有快乐的心，快乐的能量，我觉得大家都说是与生俱来啊，在你血液当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。其实你更该感谢的是今天的第二位特别来宾，没有他把这样子的一个正面能量带给你的话，我们就看不到这本书。哎，没错，我也同意。你也同意哈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欢迎这位嘉宾，是不是我们的简爸爸凯乐爸，欢迎你。简爸爸好。那个花你干嘛跟爸爸吃醋呢？爸爸好像是快乐冠军，应该是你出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过是真的、啊，如果没有爸爸，好像比你矮。因为我今天高跟鞋很高。爸爸没有把快乐的因子给你的话，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出这本书啊！在书里面也有好多跟爸爸互动的故事，其实是不是特别有哪一个很有感觉的？也当面新书见面会的时候，也跟所有的媒体跟粉丝们来分享一下。好，因为我在书里面有分享一些我爸爸从小到大照顾我，还有我们怎么相处的一些小故事，然后好像很多粉丝看了都觉得有被感动到，因为我感动啊，对，他像是这样子看起来很开朗的一个人，可是他其实内心的那个小宇宙有一颗玻璃心，就是他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，他是我一个女儿，可是她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毕业典礼，国小、幼稚园、高中都没有，因为她觉得她只要一进到那个毕业典礼现场，她就会落泪，就会哭。爸爸毕业的不是你呢，是凯乐耶。当初为什么是很心疼吗？还是会有点不舍呢？这个可爱的女儿，不舍，不舍，不舍吗？忘记了那么久。那么久了，那凯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儿呢？我们看到她是好阳光、好正面的，但是从故事当中好多贴心的这一面，也都让我们看到了。那爸爸眼中的凯乐，独一无二，哇，全世界最好的，也心疼她，但是也很爱她。现在有那么好的成绩，很感动哦。不是很爱她，是非常爱她，非常爱她。所以爱到今天呢，也要帮你准备一个更棒的礼物哦。爸爸今天来，虽然你说了欢呼声有比你大，可是呢，他要把另外一个开心快乐的因子要送到你手上。爸爸要来替我要叮咛他一句话，先叮咛一句话。好，来，请。不要被蚊子咬到。爸爸，这个意思是，因为我从小他就会很照顾我，是，他就很怕，他连我被蚊子叮了一叮的红点，他回家看到都会很舍不得，对我很心疼。是，然后最近可能睡着以后，我每天晚上都会检查他的全身手脚。哎呦，蚊子咬的都用那个面霜跟感冒帮他擦。怕他会有这个有红豆冰，让女生不好看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说面霜必达姆的意思吗？还是防蚊液呢？是现在这个时节不能被蚊子咬。好，特别小心。好，凯乐听清楚了，爸爸最重要，在你人生第一场的新书的见面会的时候，给你的叮咛是。不要被蚊子咬的啊！这叮咛很棒哦，谢谢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凯乐即将要过生日了啊！爸爸也送了一个小双排蛋糕，真的好棒好棒哦，特别打造。现场有 feel 哦，小双排蛋糕哦。然后你们的左手边，送上了粉红色的蛋糕，也是经纪人小张特别打造的，要祝福凯乐，这里有很好的成绩。爸爸，谢谢你了。